其实当时去发起这个募捐的活动，我们几个义工志愿者的初心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希望能够带着孩子还有我们的乔二代，然后包括在这里生活的当地华人去做一点点公益，然后可以为当地的抗疫工作做出一份小小的力。那当然是非常希望孩子们能够为在一线的医生加油，那肯定很多帮助一定不单单只是在金钱方面的，那小孩子们还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爱心，非常多的小朋友，我们一共收集到84幅作品，然后其中56个小朋友他们都募捐了自己的爱心，那中间可能是他们的压岁钱，很多小朋友都是从储蓄罐里把自己的储存的零花钱全部拿出来，然后全部贡献给医院。像目前意大利这个爆发的情况，我们做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事情。那在意大利，全意大利，就我知道的，我们博洛尼亚的商会，他们就是说一直在采购物资，然后送给当地的政府，送给当地的医院，还有罗马的那个商学院，也是在当地罗马当地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，为当地政府对接物资，然后在街上免费发放，然后在每个住宅区去信封里面去发放口罩。米兰的欧尼克商会，他们的话就是做了一个网络的方舱医院，那大家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出去做公益是非常危险的，大家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帮意大利的那个抗疫在做一些事情。